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here in the CRI English office where the magic happens. After I interviewed Tu Er Xun, I've learned that editing video is very similar to playing guitar. It's easy to learn, but nearly impossible to master. And you have to use your mind and passion in your heart to create your art.那一个艺术家在想我是什么民族的时候，那个灵感就不在了。一个真心爱音乐的人，他不会去想那么多，他就是那么单纯，所以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我是Tu Er Xun，我来自新疆。我16岁就离开了我的老家，为了我的音乐梦，喜欢吉他，然后一直在。沿途中一直努力。我在歌舞厅打过服务员，捡啤酒瓶子，然后后来慢慢，老板被感动我的努力，他给我那个机会，上台演出的机会，我当时没有钱买吉他。老板给我买了吉他。我来自新疆喀什噶尔，我就17岁开始玩乐队、玩音乐，从小就喜欢音乐，然后就19岁来北京，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来到北京，然后。认识了好多搞音乐的那些老师们，还有包括我们民族的很优秀的一些吉他手、歌手，认识了好多，还有跟他们学习了很多很多的音乐方面的那些东西。Yarı kessem, yarı kaydı ki durmen, yarı Haydi zaman kılma, alımı yaman kılma.走出来本来就是一个新的，然后我做的音乐也是每次我在演出当中，我就喜欢即兴去演奏，因为行者他是一个最懵的人，每个人都是为了梦想去生活，对不对？那我起这个名字也是跟这个有关系。我的梦想很简单，我就好好的弹我的吉他，然后用我的吉他去写一些我的故事。然后呢，如果有一些方便的时候呢，我去帮助一些像我这样孤单的人。我去过欧洲很多国家，墨西哥、美国呀，可是他们听到我们音乐的时候，他们过来问我们，你们从哪里来？我们说是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怎么会弹这样的音乐？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后来我告诉他们新疆在哪里，在中国的什么位置。那我们是中国人，可是我们做的音乐跟中东和俄罗斯还有阿拉伯这边有非常有关系的。那新疆音乐也是一个为人类做过很大贡献的一个音乐。艺术家永远是孤单的，永远是孤单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在做艺术的过程当中，他偏离了他的民族，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偏离了朋友，你的朋友看不懂你，你的民族看不懂你，觉得你总是觉得这个人很怪。可是那些艺术家们都没有放弃，都在过他的日子。